我相信那个房价不会再跌。每一个阶层不管你是高中低都是需要。就嗰陣時真係都好 hurt， 咁我覺得話呢個行業真係可能有個商機，俾起一個信心同埋一個推動力嘅。馬來西亞紀錄大全雙騎版之輝煌人物，與你暢談人生進階與成功心得，傳授令事業登峰造極嘅秘訣。9月15日起，每逢星期五六晚上8:00至9:00 ，Astro 嘉麗台為你呈現。